向吉安母星三鞠躬顶全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昏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中华民国112年9月份，天上金丹班开始求上天慈悲，全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昏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求天慈悲。恭请护天慈悲，全道一鞠躬，昏道一鞠躬，护天人早。目前王佛，请坐下。
其实咱话讲，食比你较清，敢是安尼？伊拢食食食臭的，伊也去北条车啦。啊，哪里唔拢做兵，拢做夫妻啊？我有这样的解说。迄、那个食菜是根本咱要修行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条件嘞。你要修行入门的一个条件嘞。先来讲，因为我今日去，若无甲众生同齐认果，那安尼代表呢？你平安的修什么行？你讲过？哦，像咱阿妈客人来问，啊，那安尼代表讲你要修行，那可能怪怪的吼。所以呢，今日特别了解。今日去，那要甲讲起来，清口是清香，所以迄个清香，所以对呢，你迄个都你注解了吼。今日叫伊呢是出来，迄个上人法说，讲拢叫上人对不对？啊，上人是迄个上人，上人就是超于凡夫，迄个上人超于凡夫，会一上一个上人，对，恁是上人吗？恁一定清口上人不是？一定是上人嘛，啊，为什么叫上人嘛？我讲叫做下人叫上人，迄下人啊，上人是凡夫人去讲的，而圣人伊要下人呢，伊来讲，圣人咧讲是讲不着心性的物件呢，因为人无有佛性，各个该归是分的。那安尼讲叫你是上人，无你咪来认定你是下人啊？咱不是下人，咱是上人。那你今日这个清香是拜？这个叫供养，这一定叫菩萨戒班，菩萨戒啊，现在叫做菩萨戒。哦，一念佛的地当中呢，你迄个了《金刚经》第七分的地当中，伊都是佛在讲，伊在讲咩讲？一切天性皆依为法而不差别，一切天性，啊，什么叫做性？什么叫做性？迄个性叫做三明。三年你佛家内底当中有五十二菩萨位，第一叫做十善，第二叫十住，第三叫做十行，第四叫做哦，这个叫十行十回向，哦，啊来叫做那十地菩萨应该妙法，安尼算起来安叫做五十二菩萨位。但是迄个三年你十善的内底还无属于三年哦，你十住十行十回向这卡讲叫做三年。啊，什么叫做三年？因为这个是这个宽教全教菩萨，宽教菩萨，这个宽教的内底当中就是讲，因为因还未进入菩萨的意境，因为因不得忙那个家己点人清我什么物件，所以伊叫做啦，伊叫做全的就全巧方便，伊就是要变给菩萨一些什么物件，一些解脱，阿弥叫做全巧方便啊。就跟着伊也未进入菩萨，但是嘛也未忘记一般的哦，的一个哦，的一个迄个阿罗汉，伊一定要进入菩萨的意境。所以这方面的上面一切天性，啊，那什么叫做性？性就是讲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这叫做性性。啊，一切天性，因为因这阵人哦，你也听讲，这阵人卖修佛法哦。修修路啊，未使执着，未使执着，未使比较，未使计较，所以咱不得二金刚经的第三大功德讲：有菩萨，有我相，有人相，有众生相，有寿者相，这不是菩萨，该是菩萨。伊讲得足清楚。以前那个，因为菩萨的名呀，不是讲我这才叫做菩萨，哦，这名非常的菩萨就是讲，你伫修行的内底当中。一定对一那离佛套上来讲，讲迄个叫做触地咧行，就是触地咧行。哦，啊，比如讲，今日是安那咱已经去实践，比如讲十地菩萨、甲佛光菩萨，这两种不同物件。啊，十地菩萨、甲佛光菩萨，因为为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，一定来第七地啊，修真真地感谢你吼。啊，第一地叫做华严地。啊，我一直来讲，因为你已经到十回向了哦，你要进入了地初地，那个叫做华严地。啊，但是咱就是要讲，迄、那个清香到迄、那个意境内底当中，当爱清啊，爱清啊，迄袂使含糊一下呢，迄袂使含含糊糊呢，袂使无清无楚呢。哦，啊，所以一定要修无法，无法无语就是讲，能给你实修什么内底当中？比咱人生来到这个世界，哦，
计较、甲比较，哦，争取、夺取，哦，争取、夺取、赢取，啊，取得，拢开始每一个物件。啊，那安尼当中，咱一个心内心世界内底当中，你恁啥物讲计较比较，哦，计较比较到尾当中呢，就是乱叫嘛，哦。啊，所以必须咱一个心意境的内底当中，随时拢不能修菩萨道。但是咱的意境，咱的修的意境，啊，你菩萨道，啊，你才解得到。因为那个，因为虽然咱是内心相，但咱内心世界不相。恁内心世界，恁内心世界也作复杂，哦，安尼哦，啊，唔大个时阵啊，迄个个，咱过去个时阵啊，咱当作有两个，哦，但有初心，啊，直接个成分，啊，这个初心在讲什么心？这个初心就是讲无分别心，无计较的心，无利我的心，无是非的心，无嗔恨的心，安尼咱只心在当心，我咧讲就足简单。咱若真正来信，吼、哦，就像过年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咱伫咱的心内，咱会清的，咱会清，因为只困啊困袂去嘛，敢是安尼？困袂去，啊，食食袂落肚，啊，逐日在咧想件代志，啊，我一个心不够啊，敢是安尼？啊，那心有清无？其实，迄、那个心无清，那讲安那，逐日在遐，迄个叫为着这个凡俗的世界。啊！你将归未归，啊！你将归未定，哦！啊！你将归未定，就归定。恁本来修道就是要发清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庙的，恁你讲进入了地初地，初地就是恁清，恁的心就变白啊，就无见嘛。啊，所以见几分的地，哦，人讲见几分的地，啊，就几分的光明，见几分的地就几分的光明。比如讲你初地。你有初地光明，二地二地光明，三地三地光明，四地四地光明，五地五地光明，六地六地光明，到七地呢？哦，叫做境界，啊，爱到境界呢？迄个叫做，迄个叫做上位啊，伊就是空杂甲地地叫做哪？叫做无退转地，迄无退转地，迄呾真正进入你家己，迄个水嘛顺，啊风嘛顺，就产生你今日去生死在做，哦。啊，水怎啊往下？啊，你即个船呢，要往下行。啊，风啊，对面杀过来，哦，风啊，对面杀过来，安尼有逆境，拢会见。你伫想到迄个意境内底啦，一定是有问题啊，一定是有问题。所以咱进步前中，因为咱病的因素，咱哪个敢讲起来？咱即个叫做凡俗，叫做世界。但是凡俗世界，你必修行菩萨，基本上在讲的。个难度很高，但是嘛，无你这个环境要修，咱无你这个环境要练，咱要修修菩萨，万千个简单。哦，比如讲，今日去咱个做参观，你佛陀上来殿当中，伊要修到阿罗汉，伊要修修到阿罗汉哦，伊就安那，伊就十罗汉、十罗汉、阿那汉、阿罗汉，伊就爱这四个哦，因为行过这四个哦，啊，初个就是叫做哪？初个入流，初个就是入流哦。啊，入性命之流哦，比较阿罗汉的小心的初个，爱入性命之流哦。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六点一等哦。实际这物件，贪嗔痴一等哦。恁怎个想看卖啊？恁想看卖？恁的贪嗔痴有等无？恁的六点有等无？那想阿玲在做啥的吼？什么物件？咱也会落一个下降，但是这是咱个人的事情呢，这是咱个人来参别人无关系呢，吼、哦，参别人无关系。那修到爱情的重要，有重要一个物件，重要一个修，不修本心，何不用？咱有了咱的心的造处无？咱的有靠了了解咱的心的方面无？你有了解你外在，但是咱了了解别人吼，足清楚的。你要了解别人就清楚嘞，但是要家己了解家己念嘞，吼、哦，家己念嘞，恁有对是对家己的要求是好，拢对家己要原谅嘞，哦，放纵恁放纵家己迄个啦，迄、那个家己迄个对立的物件，哦，恁家己作安慰，但是对别人是作乞讨，咁是安尼，所以咧，许多是安尼物件，
修得你若真正，你真正修住菩萨，你修住圣人的意境，对你真爱个有功夫呢。人啊，该爱爱，较着太阳呢，对家己，你有铁了，你有三心一个贪，你要安怎断贪？你有贪心一个嗔恨，你要安怎断嗔？你有断了一个嗔，你要断嗔？这是叫做对定呢。你在佛法用三法界定位，贪欲用戒呢？哦，嗔用定呢？嗔用慧呢？佛道是以告诉内底当中，伊要断掉了贪嗔痴，伊用着戒定慧来断这贪嗔痴呢？哦，伊用着伊这叫做对定嘛？哦，叫做对定嘛？但是上班的人是搞不了这事，这三项。如果这个人能断掉了后，你就我当入流去啊，又叫做入圣明之流。跟你讲的，你今日念达到正觉阿罗汉，虽然是小修，你免轮回啊。阿罗汉你免轮回啊，一修必得随时，一唔是修，一唔是修分，唔是修分断生死，变异生死到不分断生死。所以叫变异生死，变异生死的时候，唔免来轮回，对业心已经有转变，那叫做变异生死。分断生死的有，一世人在做啦，后世人在做老的，袂是后世一世人是好是后世人，一地有高啦嘛，袂定啦吼。迄个一换一换，恁人几大难啊！啊，所以呢，正念阿罗汉，伊就免做这分断生死。啊，所以恁记得紧，一定要了解，这叫做啦，我们叫做菩萨啊，为这个班主，叫亲上教育，亲上的班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但今天呢，咱非常认真，嘛邀请到咱李欣，咱黄崇辉，黄连任啦，吼，黄博士吼，你讲拍一个广告就更好。伊是一个博士吼，伊当时伫广东个当中，伊是一个足有名教授啦，吼。但是伊当中呢，因为伫修完道个当中，伊更加。所以这是咱弥勒啊的福报，咱们阿弥陀佛那十一点半，而且非常十一点半，因为我们二十周年庆哈，二十周年庆是11月26号，因为国内外都要回来哈，这个大活动。但是一届少年呢，哦，我们道场核心的这点少年呢，无人话废话了哈，大家嘛很敬仰哈啊，这个拉扯神经哈，啊，借由这个活动。从来一年一个人，会使讲讲伫收买个人，伫钱到死，即嘛咱红脸色的，会惊死啦吼！红脸色会惊死，我想问你介绍者，可能恁大家都知影吼。啊，因为伫学校内底当中受到学校教授的啊肯定，因为伫多点出名人才，大家肯定会肯定都真好啦吼。就是，但是伊感觉，吼，因为无伊家己里面的财产。不可能水跟菜啦吼，栽菜比咧做生意好咧吼，还怎么栽菜吼？伊遐无条件，伊讲安怎？福建人哪能修一下？哦，伊遐蛮好。哦，所以呢，伊吼，伊修蛮多人，变蛮多，是咧高兴。这个真正啊，那你以前学术上面个贡献啦吼，这个是高单位物件，是啊国际吼，甚至于台湾认同。这个教授已经在那里修行很多了吼，那只有修道的了解，啊，伊嘛比较能够甲你做伙行，甲这样的吼。但是伊今日要注意了解来看问题，我就感觉修道就是一定安尼行，啊，所以伊真好个，啊，直接把安尼邀请伊来去，把阿来来给咱啊做些咱的爱心，啊，甲咱核心，哦，一些青少教育啊，特别指导。那我今晚就邀请我们啊，这个黄博士哈，啊，黄崇辉领任，那我们来啊，出题了哈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不天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后道一鞠躬。